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强调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不过美国澳大利亚军方已经蠢蠢欲动，放话称要密切跟踪监视，试图侦查到中俄军演中的重要信息和数据。俄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维克托·科切马佐夫海军上将此前曾向俄新社表示，俄方将派出至少四艘舰艇参加此次演习，中方参演的舰艇会更多。有报道称，中方可能派遣071两栖登陆舰和052C D 导弹驱逐舰，俄方可能派遣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参加演练。由于这次演练规模以及等级都是中俄之间最高的，并且会进行实弹射击，双方还可能会有协同海空联合打击科目。这意味着中俄可能会动用火控雷达进行对空对海目标打击演练。悉尼先驱晨报称，这是获得中俄两个军事大国珍贵情报的绝佳机会，而美澳的战舰和飞机可能不需要离中俄太近就可以获得雷达及电子信号等信息。军事专家曹卫通在接受央视今日亚洲采访时表示，美澳可能希望从中俄军演中获得三方面的信息，一是演习规模，获取中俄双方出动兵力情况的相关信息，二是装备类型，应该会主要聚焦在新型装备上，三是获取演习科目的信息。中俄的舰艇飞机进行混合的编就是编队以后啊，就是分成了红蓝双方，那么他会演习什么样的科目，这个是他们要侦查的。就是说中俄双方会演习反导啊、防空啊，还是反潜呢、啊、还是反舰的演习啊，他们会是这个火炮的射击啊，还是导弹的射击啊，还是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对抗啊，这个都是他们所要侦查的，或者是他们最关心的科目。悉尼先驱晨报稍早前报道称，澳大利亚在南海对中俄的侦察监视应该会同美军共同实施。有澳大利亚国防部的消息人士透露，澳大利亚监视中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向演习区域派遣 P3C 海上巡逻机，出动一艘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也是选项之一。该消息人士同时表示，澳方可能不会出动水面舰艇，出动驱逐舰等水面舰艇更有可能是美国海军。不要忘记了，这批 P3C 或是澳大利亚的海军舰艇所收集到的情报哦，会第一时间哦传送到啊澳洲本土，然后再由澳洲本土呢传送给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以事实上呢，澳洲海军的不管是水面舰艇或是 P3C 的所作所为哦，事实上都是帮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哦做一个耳目。近年 P3C 出境率相当之高，只要有中国军舰通过第一岛链进行远海训练任务，几乎都有它尾随的身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岛链偷窥者。澳洲算是在第一岛链之外，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澳洲空军呢，他们的 P3C 事实上也有很强大的监收能量，可以当作就第一岛链的这些国家 P3C 使用国家，万一他们失能或是失去效用之后，可以当作一个候补。所以其实澳洲的 P3C 算是一个候补的作用，但是呢，它可以增强这亚太地区的周边国家一些战力。此外，澳大利亚还可能出动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有两架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装备澳大利亚海空军。这种改装自经典波音737-800远程客机基础上研发的新型反潜机，最主要突出了高速远程性能，最大航速甚至比 P3C 提升了有30%以上。而且自带34吨燃油，续航能力可以达到7500公里。如果只是作为远海巡逻使用，不挂载外挂武器和装备，则可以一次性巡逻近700万平方公里范围。P8A 的监视手段主要依靠 AN/APY-10 雷达，这款雷达是美军全新命名的新式雷达系统。APY 意味着有人驾驶战机上的监视和控制多用途雷达，具备同时扫描跟踪32个大型水面目标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提供导弹的中继制导，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800公里。有军事专家指出，如果澳大利亚此番派遣 P8A 巡逻机来到中国周边，就可以全程跟踪中俄这次海上联合演习从集结、演练到解散的全步骤。这样的行动呢，对中国的水下部队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更希望能够接收到潜艇的一些特征信号。在对中俄军演进行监视的过程中呢，这两种飞机可能会收集到这个军演的一些基本的流程信息，视频信息，或者说一些这个音频的信息。不过中国对这款飞机并不陌生， P8A 有多次被中国歼十一和苏三零 MKK 战斗机驱逐的案例，其中 P8A 还曾被中国战机进行滚筒机筒驱离。
而且这次中俄联演时会有划定演习区域，任何试图靠近演习区域的目标都会被视为威胁。P8A 要想来侦查，也只能是见缝插针。此外，中俄也有很多的反监视措施。那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我们电磁频谱的暴露，也就是说，火控雷达呀，你打开的时机呀，包括方向啊，要一定要很好的掌握，不要被对方就是侦察的方向发现。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以假示真，就是把一些假的东西给对方看，但是要把一些真正的核心的东西要把它隐藏起来、隐蔽起来。还有呢，通常这种演习啊，我们会划定一个区域，就是海域和空域。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海域里边呢有这些舰艇为我们进行警戒，还有空中呢会有飞机来进行巡航、进行保护。实际上，在过往的几次中俄联合军演中，都曾有美日的监控身影。2013年中俄海上联演，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穿过对马海峡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编队演练，同时也受到日本方面的密切监视。在2005年8月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军也特别调整了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周围的各处电子监听站和机动雷达站的天线角度，将不少原来对准朝鲜方向的天线调到对准中国方向。美军太平洋舰队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周一到访青岛，是南海仲裁后美军舰的首次来访。虽然中美军事交流出现回暖迹象，但是有美媒报道，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正在试验新武器，未来很可能将部署南海。上午九点，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抵达北海舰队青岛某军港，开始对青岛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夫特上将也在同一天抵达青岛，参加本福德号的访问活动，并将在周二举行新闻发布会。斯威夫特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两人是美国舆论公认的对华鹰派。去年7月，斯威夫特乘坐美军 P8A 反潜侦察机在南海空域巡航，历时7小时。而哈里斯今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直接声称，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但必须做好在军事上迎击他们的准备。深圳卫视记者当时尝试追访哈里斯，但遭到了拒绝。这是本福德号驱逐舰首次访问青岛，也是所谓南海仲裁结论出炉后首次由美军舰访问中国。舰长贾斯汀·哈茨中校表示，此次访问旨在与中国海军建立关系，同时哈茨回避了与南海有关的提问。此前中国曾拒绝了斯坦尼斯号航母舰队停靠香港的申请。本福德号结束对青岛的访问之后，还将与中国海军北海舰队大庆舰在青岛外海举行编队运动、海上搜救等科目的联合演习。这艘舰呢，属于现在在第七舰队的一艘主力舰艇。也可以看出来，美军现在比较重视对华的这种态度的。这也是美国海军高官不到一个月内两次访问北海舰队。上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对华进行5天访问，在北京会见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后，其第二站行程就是青岛，还曾登上辽宁号航母。虽然说美国呢在介入南海问题上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呢他并不希望和中国呢发生直面的这种冲突。那么和中国海军包括中国军方保持这种适度的这种接触，那么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海军的他的一些很多的意图。由此可以看出来，美军现在是采取的一个接触加遏制的一个战略。虽然中美军事交流出现回暖迹象，但有美军方人士仍在鼓吹将最新型的核潜艇部署到南海。美国专业军事网站侦察兵在报道中援引美海军水下作战主管查尔斯·理查德的话称，美军很快就将结束针对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的新武器试验，这种新武器将极大地增强潜艇的攻击火力。理查德还表示，这种新武器的假想敌直指中国，安装新武器的核潜艇未来很有可能将部署南海。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是美国海军第一艘同时针对大洋和近海两种功能设计的核潜艇，它的打击系统可以装载38种武器，包括重型鱼雷和战斧巡航导弹。原有装备的12个垂直发射管和4个鱼雷发射管能够保证它拥有16枚导弹齐射的能力，加上突出的活动能力，使它具备对敌潜艇、舰艇的强大攻击能力。而由于其精度极高，可以在敌人防区内攻击岸上目标。
据报道，此次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进行所谓的新武器试验，其实看起来并不复杂。美军的计划是将弗吉尼亚级潜艇的艇身加长，增加一个舱段，这个舱段可以容纳4个垂直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里又可以装载最多7枚战斧巡航导弹。也就是说，增加一个舱段之后，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最多可以多装载28枚战斧导弹。目前每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可以携带12枚巡航导弹，改装后载弹量将达到40枚，增加幅度高达230%。如果能够采取弗吉尼亚也好，洛杉矶级也好，潜艇的改造，增加它的战斧巡航导弹的携带量，由中国的近海以隐身的方式抵近，最后呢，对中国纵深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之外的目标，比如你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包括你的火箭军的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然后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航空母舰在长驱直入，以这种海空一体战的方式来对中国采取这种前置的态度。相关话题来连线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您好，那针对澳大利亚放话将监视中俄南海军演，您觉得澳大利亚想刺探到什么情报？澳大利亚的情报搜索还是以南海为主。从现在看呢，他所收集的主要的情报，我分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中国潜艇的活动情况，因为南海是中国的近海，在这些水下作战行动中，水下的威胁不容忽视。另外呢，水面各种编队的情况也是澳大利亚最感兴趣的情报之一。目前我们在南海的编队发展很快，新舰艇入列情况也很快，所以这方面一定是他搜集的重点。那么我想澳大利亚最想知道的是中国在南海岛礁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够在这个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军事功能。所以如果从目前南海方向澳大利亚大致的情报搜集要素来看呢，这几个方面应该是澳大利亚收集的重点。如果这些情报收集到了一定的程度，有可能在美澳非联合作战行动中能够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撑。那么澳大利亚最有可能派出怎样的装备呢？澳大利亚的情报战能力处于怎样的水平？对于中国的野类行动，我想澳大利亚有可能派出这样几个装备。首先是潜艇，因为现在它的潜艇采用了 AIP 技术，水下的隐身能力很强，之前也到过南海进行过相关的侦察行动，所以水下的侦察一定是澳大利亚海军采取各种侦察行动的首选方式之一。那么第二就是水面舰艇的侦察，无论是驱逐舰、护卫舰，还是各种伪装成民船的或者是其他类型船只的这种侦察船，有可能在演习附近的区域展开自己的无线电信号收集行动。那么通过对信号的收集、分析、整理，有可能得到一些相关的话题。那么第三就在空中和美国、菲律宾进行联合侦察，比如澳大利亚配备了很多美制的 P3 反潜机。从横向去比较，澳大利亚的情报信号收集能力非常有限，毕竟它跟美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们纵观澳大利亚三军的武器装备，几乎没有造的，全是买的。从这点上看呢，它严重缺乏自我创新能力，所以像这些国家引进一些核心装备，有可能也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澳大利亚的情报信号侦察水平在西方国家行列中实属一般。那从澳大利亚的监视能力上来看，它有可能通过这次中俄演习搜集到高价值的情报吗？监视军演获取情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非常难。以前大家对各种侦察行动或者侦察模式的原理并不了解，所以在演练过程中，比如说不该开的频率到时候开机，不该使用的雷达那个时候使用，不该发射的导弹在那个时候进行实弹发射。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的频率包括射程、精度、威力以及飞行的弹道完全会被对方所获取。从目前看呢，中国在各种演练行动中，由于陪伴中国演练的各种外方干涉因素太多，你像美国、日本在中国的演练过程中都要进行大肆的跟踪，甚至是贴身的这种跟踪行动。澳大利亚在这个时刻如果要想通过演练行动来获取相关的带有核心机密性质的情报，难度非常高，因为中国抗干扰能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程度。澳大利亚有可能把姿态做得很充分，但是能够得到多少情报水分极高。那尽管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仍在继续，但是另一方面呢，美国军舰也在周一访问青岛，您是如何来看待中美两军关系的现状呢？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布局上看呢，以前我们把它定义为接触加遏制，
既有交流的一面，又有封堵的一面。从目前美国海军包括美军所做出的基本态势，也没有超出这个概念的全部范畴。一方面和中国进行交流，比如说环太军演，甚至是他三军对于中国重要部队的参观，都已经到达了第一线，而且交流的程度并不浅。但是一方面美国又在中国南海东海进行了各种封堵活动，航空母舰始终在中国周边保持了常态化的存在，新型战机在中国周边的主要基地已经进行了部署，那么 F-35 包括 EA-18G 这些新型的作战兵力已经在中国周边虎视眈眈。所以从这点上我们判断，美国绝不会因为和中国军队有各种交流甚至是这些接触的范围就停止对中国的遏制。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军事力量强大，是美军感到自己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这种情况今天会有，明天还会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接触加遏制必将成为中美两国两军的一个主流的关系的模式。好的，谢谢杜先生跟我们共同